大家好，我是小胖啊。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帮派联赛的一个比赛，换将方式珍宝阁涛哥的一个四攻五开，双凌波双魔王开了一把鸟阵，对面就传统的三攻队啊，双凌波一石头化身加地府的组合，换将方鸟阵也是大客，对面虎阵10%，帮战的话就没有那么严谨了。很多团队都是一个人开一堆号啊，一个人开五开，直接就来打帮战。翻江搅海，先把这宝宝清一清啊！他这一波宝宝能顶得上一个石驼岭的。虽然观战方开的是鸟阵，但在速度方面，观战方并不占便宜啊。不管是鸟头的一速也没有拿到啊，物理系的速度也比对面的两个物理系慢。哎呦，但这个输出是真的高啊！超级战役全部用掉。观战方宝宝不多了，当然观战方的宝宝他都是带感知的，当你出一些感知宝宝的时候，观战方也可以第一时间去应对啊。他这边魔王点的也是老魔王的经脉，只要起了牛劲也具备感知的效果。倒地一个凌波，再倒一个凌波，但三国队打实战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啊，这隐身宝宝被清掉。连击再把石驼带走，再触发嗜血追击，还得有一下林中鸟。这一把进牛进了，两个魔王一起牛进，那这威力就更足了。对面前排宝宝也不一定站得住啊！这仅仅打了两个回合呀，对两方还得接着补宝宝，带走。当然对面是可以来磁衡的，毕竟有一速。哪怕地府一会儿倒地了，也可以直接拉起来去磁衡，先来一把舍身取义。场上得有归宿啊，得有归宿宝宝，你归宿宝宝站得住，你才能磁衡。贴下神佑，这宝宝要飞了，宝宝飞掉，对面场上没宝宝的赶紧补啊，这个时候一定得补宝宝。这玩意儿还有碎甲刃的，选择了小死亡，一把磁衡化身死去磁衡，先点一个宝宝，还是没有来补。
舍一把没点死，对面他还是啊，对，赶紧补宝宝呀。这小马好像不太行啊，再来一个四海。拉起化身四，这个也有感知，拉化身四，拉化身四也没法吃好呀，得拉地府才行。看这个回合，这个回合这个宝宝如果能使用两次啊，最起码得使用个两次吧，直接带走了。